系咁，大家好啦，又系我啦。咁咧，我知道你哋仲有五日咧，就开始你哋嘅第一科考试啦，系中文嚟嘅，系啦。咁我都知啦，嗰啲阅读理解啊，嗰啲第九尾啊，文言文嗰啲咧，其实都真系好烦噶啦，系啦，即系咁，但系冇计啦，系啦，即系佢要得你考，唯有全力以赴啦，系啦。我只能够同你哋讲声加油嘅啫，因为就算你中文再差都好啦，即系唔好再差啦，就算唔系你强项都好啦，你唔系谂住靠中文食糊。咁但係你起碼都要攞到 level 3咧，你先至有入大學嘅入場券嘅。咁所以咧，真係只能夠同你哋講聲嚇，俾心機啊，係啦。中文我真係幫你哋唔到啦，係啦。即係我啲文言文咧，都係停留喺嗰啲咩即即復即即嗰啲咁嘅 level 嘅啫，係啦。咁你可以問下星雪佢哋有啲咩 tips 俾你啦，係啦。我就應該冇得幫你嘅啦，中文係啦。咁呢段片咧就係、是、想同你講啲咩呢，就係、是、提翻你哋去考 DSE 咧，有啲乜嘢嘅裝備要帶啦，同埋考試嘅時候有啲咩重要嘅事項咁樣嘅。好，咁第一呢，系啲字要大隻啲啊，因为个 cam 咧嗡嗡地咁样啦。系一，你呢一定要带你嘅准考证啦，呢、這个唔使讲噶啦。系啦，大大隻字，准考证系啦，呢、這个唔使讲噶，唔可以唔带啦。好，第二呢就系、是、如果你系自修生嘅话呢，咁你就要记得要带你嘅身份证啦。嗱，你去考个说话嘅时候呢，咁我都唔同你多讲点解啦，因为佢一定要对你个样噶啦。系啦，你考说话嗰日都试过啦，佢会攞嚟 check 嘅，真系系啦。好，第三咧就系、是、佢唔系话 random 咁样去抽人 check 嘅，佢见到你张准考证冇上咧，佢就一定会 check 噶啦。所以你冇带身份证咧，系一定要翻屋企攞翻啊，记得系啦。咁第三咧就系、是你要带你嘅文具啦，系啦，文具。咁文具系包括啲乜嘢呢？第一就系、是、你要带原子笔啦，大部分嘅考试咧其实都系原子笔应考噶啦。系啦，咁原子笔咧系唔好打一支啦，系要成 n 支啦，系啦，咁 n 咧 n 系一个大过三嘅正整数啦，正整数啊，系啦，咁考下你啦，大过三嘅正整数，咁即系你起码要带几多支咧？系啦，俾三秒你谂下啦，系啦，嗱，如果你答三嘅话咧，咁就错啦，因为呢度系冇等于嘅，吓呢个系一个大于嘅符号，咁所以咧。即系我写咁样大过三咧，即系话我起码要带四支啦，系啦。咁原子笔之外咧，你仲要带一啲嗰啲传统嘅原子笔啦，系啦。传我唔知嗰啲叫咩称呼啦。咁但系咧，传统嗰啲你明啦。即系咧，你有咗，譬如你搵我而家呢支咁样咧，系啦，嗱搣咗招纸啦，唔系卖紧广告嘅，系啦。咁咧，如果你系用紧我而家呢啲咁嘅笔咧，即系譬如你油咗涂改之后咧，你用呢啲笔写上去咧，你好容易会画花咁样嘅，系啦。因为佢好难干啦，喺涂改上面。咁但系咧，如果你用翻传统嗰啲咧，带定一支去，系啦，咁就油咗涂改之后写喺上面咧，就冇咁容易抹甩咁样嘅，系干得快啲咁样，系啦。咁当然咧，你仲要带你嘅铅笔啦，系铅笔，系啦。我的普通话就是很好，系啦，要带铅笔啦，因为你 MC 要用噶嘛，系呢、這个大家都知啦。好，咁跟住咧，有啲同学咧，试过有人问过我嘅，其实究竟间尺啦。系啦，圆规啦，系圆规啦，同埋呢个量角器咧，究竟需唔需要带嘅咧？嗱，作为一个教数学嘅人咧，我会建议你间尺系要带嘅，因为有阵时有啲几何嘅题目咧，你加啲直线上去噶嘛，可能要，咁你都加条即系直噶啦，系啦，即系你只手画乱乱地咁样咧，你自己都睇得唔舒服啦，系咁，所以呢个咧，我觉得系要带嘅间尺。问题就系咧，圆规同量角器咧，即系。咁講啦，除非你去即係補習又好，唔知邊度又好咧，學咗一啲特別嘅計數技巧咁樣啦，係即係你係要用圓規去做咁樣嘅，係如果唔係咁嘅話咧，一般嚟講，我覺得呢兩樣嘢其實對你 DSE 都冇乜用噶啦，係啦，即係你俾個圓規我，其實我都唔知道可以點用嘅，係啦。好，咁跟住咧，係啦，你帶完呢兩樣嘢之後咧，即係唔好帶呢兩樣嘢啦，係啦，因為已經係第 end tag 噶啦呢個。之前嗰啲係因為啲字細得滯咧，係啦，咁所以咧又再錄過咁樣嘅。好，咁第四咧，你就要帶你嘅收音機啦，係啦，收音機係啦，係啦。咁嗱，我個人嘅意見啊，即係咁講啦 ，DSE 嘅成績縱使唔係決定你嘅生死都好啦，咁起碼都會係將書咧係跟你一世嘅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覺得最好唔好信賴你嗰啲10蚊啊、20蚊嗰啲咧，即係阿爸攞嚟聽馬經嗰啲收音機咧。去做啊！即系阿爸听漏咗马经，佢可以上网 check 翻只马拍得几吓，但你 miss 咗个 answer 咧，即系你系冇得回带再听翻个 answer 啲乜嘢，咁所以咧，即系我觉得
有啲錢真係唔慳得嘅，係啦，嘥百零二百蚊買部好少少嘅收音機，俾自己有個保障，係啦。咁同埋即係唔好帶一部啦，當然帶定多一部去換啦，因為你你部收音機喺你屋企收得好清都好啦，咁唔代表去到市場你部收音機都會收得清嘅，咁所以咧就帶定多一部啦，係啦。好，咁第五咧就要帶你嘅計數機啦，係啦，計數機。嗱，計數機咧你要注意一下。嗱，如果你到今時今日咧，仲用緊白色嗰部機嘅話咧，坦白講，白色嗰部機真係其實都幾差嘅，我自己覺得 DSC 嘅角度嚟講。但係如果你用到今時今日仲係用緊佢，即係你中一到而家用咗六年㗎啦，咁咧我就算啦，即係我都唔叫你換啦，因為你要熟習啲掣咧，其實都唔係一時三刻嘅事。咁但係咧，就無論你用白機又好，黑機又好，一代二代都好，起碼你要帶兩部計數機。因為你計數機入 program 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得四條 program 咧係唔夠嘅，係啦，即係你咁樣真係會蝕底好多俾人咯。人哋好多嘢係可以唔使自己計嘅，變咗咁你變咗全部要自己計嘅時候咧，咁你會蝕底好多俾人。咁所以計數機咧，其實我真係無論你用咩機都好，係啦，最好帶兩部入去，係啦。小弟當年去考公開試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帶五部計數機嘅，係啊，咁你又唔使誇張到我咁，係啊，即係隔離嗰條友即係 O 咗嘴咁樣，你做乜嘢？點解嗰部友係咪嚟買計數機嘅咧？咁樣定嚟考試咧？咁樣係啦，咁但係咧就唔使誇張到我咁樣，但係起碼要兩部呢個最低要求，係啦。咁講完係啦，咁講完呢個係啦，嗱你見到後邊其實有嘅，係 NG 過嘅，因為呢段片係啦。好，咁呢啲唔好理啦，呢啲係試嗰啲嘢嘅啫，係啦，呢啲不要理，係啦。好，咁跟住呢係啦，完咗頭先嘅裝備之後呢，嗱頭先嗰啲裝備呢就係你一定要帶嘅，唔帶會死嘅，係啦。咁倒返轉有啲乜嘢裝備呢係你alternative 自己帶唔帶你決定㗎啦，係啦，幾勁 alternative 都識係咪，嗱唔好成日笑我英文差，你班友仔係啦，和的煙雨雪很得效啦，係啦。好，第六呢就係一啲提神嘅飲品啦，提神嘅飲品即係嗰啲咩咖啡奶茶嗰啲咧，咁但係我都唔建議話買邊一種噶啦，因為我覺得呢一個真係因人而異嘅啫，係啦。有啲人覺得咖啡同奶茶咧超提神好勁咁樣嘅，係，但我飲過係真係完全冇效嘅對我嚟講，係啦。咁所以咧就你自己決定啦，係啦。不過咧即係你買啲正路少少嘅去試啦，即係唔好試啲太極端嘢啊。即係我唔講邊啲啦，總之就以前我考公開試嘅時候咧，即係你知每朝都會飲一罐，即係或者飲一支嗰啲啦，係啦。即係每支都會飲一支嘅，咁跟住後屘咧，我就日日喺度飲啦。我試到一隻嗰啲提神飲品咧，其實真係超勁嘅。係我飲完之後，我覺得嗰啲 MP 咧係湧現緊出嚟嘅，係即係我嗰條籃咧，即係血下邊嗰條籃咧係爆曬格咁樣嘅 feel 到。即係咁，但係咧，我日日飲嘅時候咧，跟住咧飲咗一頭半個月，考完試啦，跟住我有個 friend 同我講話會腎虧嘅，飲得多咁樣，咁我真係 O 曬嘴，我嗰時超熬底，係啊，我即係我同自己講，我以後唔要再飲嗰啲咁嘅提神飲品嘅，係啦。即係驚噶嘛，大佬係啦，咁所以咧就係啦，你試還試啦，即係試啲正路少少，多人做嗰樣嘢就冇錯噶啦，係啦，唔好試啲太偏門嘢啊！我當年就係試咗啲太偏門嘢，係啦，跟住後來先唔知真定假，有 friend 同我講話會腎虧咁樣，咁我都嚇咗一嚇，係啦，好咁啊，提神飲品啦，好咁跟住咧，好攞翻先啦，好咁跟住咧就有一個嘅。剛才寫低咗嘅，係啦，你就要記得戴手錶啦，係啦。呢、這個年頭咧，其實可能少啲人用手錶嘅，咁但係為咗考試，你都買定一隻即係十零蚊咁樣去啦，因為你個位咧未必睇得好清楚個鐘嘅，係啦。咁所以咧就如果你睇唔到個鐘嘅話咧，咁你就唯有睇自己隻錶嘅啫。咁所以呢個要戴㗎。好，第八咧就係要戴外套啦，因為咧市場嘅冷氣咧可能啊會好凍嘅。即係開得好大咁啊，會影響咗你嘅表現嘅。咁所以咧，就記得帶定外套。好，跟住咧，仲有要帶手機啦，係啦，即係方便你萬一蕩失路，係你要求助或者突然間醒起有啲嘢要問一問你啲同學仔嘅時候咧，咁你要帶手機啦，係。但係記得咧，考嘅時候掹電啊，掹電係啦，係啦，即係真人真事啊！即係有一日我去考 physics 係啦，咁跟住咧。嗰次嚟讲咧，即系就快考完啦，因为我哋有分上下昼噶嘛，以前咁咧，我下昼就快考完嘅时候，咁跟住隔篱嗰条友系电话响嘅，系啦，跟住佢即刻爆咗一句，哎呀 ，sky 啊咁样，系啦 ，is 系乜嘢唔讲啦，系啦，
就是这样，跟着就不要犯这样的错了。好，第十呢，你就要带你的八达通，是的，八达通里面呢，那这样说，八达通里面呢，你最好入定500元下去，我自己觉得，因为呢你整个月流流长，你考 DSE 的时候呢，即是你每天都要搭车，说不定是的，你又紧急的时候又要去买些什么东西，那有八达通代够钱下去会好一点，是的。第十一就是要带定足够的现金，是的，这个呢极重要啊！即系你飞起的上嚟咧，即系你行行地拉住百零二百蚊，系真系好正常嘅事嚟嘅。咁你带够足够现金，万一荡失落飞的去咁样，系啦。咁呢个就系我认为咧，有啲乜嘢一必要嘅装备你哋要带啦。好，咁跟住仲有啲乜嘢注意事项咧？第一就系关于嗰个特别室嘅问题，系啦。如果你要入特别室，有两个情况嘅啫。一是你有收音机，你有收音机，你攞到部收音机个残骸俾佢啦，即系我唔理你部收音机已经穿窿定乜嘢啦，总之有部收音机吓。啊，耳筒使唔使啊？你俾埋耳筒去睇啦，系啦，即系你唔会带部收音机唔带耳筒咁型噶嘛，系啦。咁你正常你带埋个耳筒俾佢睇，如果你 show 到俾佢睇嘅话咧，你系可以唔扣你分嘅佢，系啦。不过你系要写翻个报告嘅，好似系啦。但系如果你连收音机都冇，即系代表紧你唔记得带收音机嘅话咧，佢系会扣你分嘅。吓，呢个你要知嗱，所以有啲人嘅策略咧，嗱呢个真系建议嘅啫吓，冇话你一定要用啊。有啲人嘅策略咧，真系会咁样嘅，系啦，即系佢可能有带收音机嘅，不过佢又担心系啦，即系佢又真系试嘅时候觉得啊，可能真系有啲收得唔好喎，咁样系啦，咁所以咧，佢就会喺开考之前举手入特别室咁样嘅，系啊，呢个系有啲人的确系会咁做，买个保险啦，系啦，咁呢个你自己决定啦。好，跟住除咗特别室个问题之外咧，就系、是、记得啊，睇先，系啦，你记得咧食定早餐去啊，系啦，食饱咁样去，系即系简单啲讲，记得食早餐啦。如果唔系，你嘅状态好差咁样啦，你明噶啦。好，第三咧就系、是、我知道咧，而家你放紧 study leave 咧，有啲同学咧会好夜瞓嘅，因为有啲同学同我讲咧就话佢凌晨温书嘅时候咧会好啲嘅，吓嗱呢个我系同意嘅。畢竟你凌晨三點鐘嘅時候，你要 Facebook 揾人傾偈都唔係咁易啦，係啦，呢個我同意嘅，會專心啲嘅。但問題就係咧，你 DSE 咧，即係除咗聆聽同埋說話之外咧，其實普遍咧都係八點半開考嘅。咁所以咧，你應該係要習慣早瞓嘅啦，而家即係教翻好自己的生理時鐘噶啦。你而家即係有啲同學咧凌晨三點四點咁樣問我問題咧，咁其實咧我係歡迎嘅，即係我係如果未瞓真係會答你嘅。问题就是你如果而家凌晨三点都仲未瞓嘅话咧，你好难教翻啱你考试嗰日咧八点半起到身。就算你起到身嘅时候咧，你可能即系晕晕地咁样去考，会好影响你嘅状态咯。咁所以咧，我觉得而家开始咧习惯翻你个生理时钟咧，系啦，咁会比较适应个考试啦，系啦。咁咧就系我想同你哋讲嘅注意事项啦，系啦。咁最后就系、是、DSE 得翻五日啦，咁咧我自己觉得啦，就系、是、往往咧其实。轻松去，即系你个心情越轻松咧，你发挥到超水准嘅机会就越大嘅。系，我谂呢个大家都知嘅。咁但系冇噶啦，即系 DSE 始终好难同你讲话轻松咁就轻松噶啦。咁只能够同你哋讲声就系、是、DSE 咧，其实只系你哋人生里边其中一个好细嘅关口嚟嘅啫。你系要认真咁面对佢，但系就唔好话即系过唔到呢关啊死啦咁样嗰啲系啦，即系。是重要的，是要认真的，但是不要给那么大压力自己。那我在这里祝你们呢，即是会拿到一个自己应得的成绩。我不会说，即作为一个教数学的，我不会说全世界拿到五星星这样的，即是没可能的。但是起码会拿到一个你自己应有应得的成绩。那我等着你们跟我报喜的，我等着你们、放榜那天找我帮你排 Jupas 的。那所以呢，记得带个好消息回来给我。是这样，加油。哎呀，好样衰添！原来我最后写个加油咧，系睇唔到嘅。即系你哋望住个镜头，系咪谂紧我喺度做乜劲咁样噶？其实我喺后边写紧加油咁样嘅。系啊，好啦，真系完啦，好啦，拜拜。